月八号开始，未来 NBA Live 直播，答对所有通关密语就能获得惊喜红包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1号礼拜天，欢迎大家锁定未来体育台，来欣赏的是23到24赛季的 T1 例行赛。今天在和平篮球馆，在下午的4:30中即将进行的赛事会由台北战神来面对到是台南台钢猎鹰。接下来也要为大家介绍本场客队台钢猎鹰的先发，分别是李汉生、郭少杰，那今天喇叭张伯正打先发，另外两位分别是金恩还有德古拉。而至于在台北战神啊，昨天他们也是用这一套先发阵容，包含了林秉胜、曹勋湘、陈文宏，搭配强森还有恩多。上一场两队的交手之后，陈文宏靠速度来过苏玉静，再给到底线恩多的一个中距离跳投得分，金恩再喂给德古拉，郭少杰这边马上还以颜色。那林秉胜一场比赛是3次的超截，强森把球拿回来，前面苏玉静，这瞬间觉得苏玉静好像滞空停住了。上半场，我昨天看到纽克上场时间其实只有15分钟多而已哦。郭少杰再来一个外线跳投得分，一球而已。苏玉静外线出手没有弹进去，篮底下篮板 ，Degora 拿到 ，Samuel Degora 翻身的一个跳投得分。黄宗翰轮转到底线，科伦纽克拿球要打金恩这个点，这一次有看蓝光了。台钢猎鹰发底线球直接发进来，李汉生这球吊得漂亮，给到金恩。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体系可言。曹勋湘的一个外线出手得分，曹最后是一个 jump ball，jump ball 跳球下来，金恩有发现，篮底下没有人注意到郭少杰，这边可能也是在讲刚才这开表时间。对。1.9秒时间跳完球 ，King 跳投完没有碰到篮板，再抓进篮板补时，这时间真的太久了。小台投进了外线，16-10，哇！哇，这球发到篮底下，苏玉静挑篮得分，到篮板再出手的动作。因为现在现代篮球大概0.4秒才会构成所谓的一个出手。对，那篮底下科伦纽克接获丁丁的助攻，古毛维加是去完成了他的服兵役，对服兵役，所以可能因为服兵役的状态，让他的习惯的反应对来说影响非常大啊、哦。18-14，米可切进来，哦哟，汤森预判到了长篮板的位置，小台的空档。第二拍再出手，今天前两次出手都命中，局连放，像战神会需要好好利用。而且猎鹰这个20分停蛮久的，那现在台钢猎鹰还是没有得分，而且前面漏掉了强森偷跑，快攻灌篮，挡得住他，我想这是猎鹰防守上很重大的缺失。对，24-20，古毛的抛投来止血。时间上要强的除佛外，之外包含了白萨、古毛，啊，另外吕冠廷，Samuel Degora， 啊，对林育正教练来讲，一接掌兵符号也是球队连败的一个时期。对，古毛外围的出手，而且这是个4分打的机会。曹勋湘起码射进的抛投轻了，李冠廷拿到 leading pass 给到前面古毛加速了，哇，音速小子，金恩，陈文宏贴着他，给到苏玉静，一上来就有空档，没有人对位，外线的3分球投进，曹勋湘 two man game 的配合，地板球，恩多找到篮底下的科伦纽特，阿里入到篮底下给的太远。李汉生外线的一个跳投得分，这总教练林育正的战术板上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哦，就他自己先知道。对，因为另一方面跟台钢他们今年的真男人李汉生中距离跳投得分，强森切进来，其实真的是有点难度的。李汉生，哇，连得7分了，4个人得分在7分以上。黄宗翰的空档，小台今天够准，上半场11分的得分，第3颗3分球。
科恩纽克消要位置，那吴鸿钦守他，哦，一个大转身的勾射。篮底下要到位置了，科伦纽克十二分的得分。Nicholas King 这场比赛金恩也失常，给到米可外线拆弹，恩多再回给强森，强森大跨步进去，曹新香喂小球，恩多找到底线，陈文宏的空档，哇，这一次弹道修正回来，手感是还不错。下半场前面两个出手都没有命中，对，换到大胜同样的位置，但是李安生这次空档没投进，连赢下半场还没有得分。回到大胜，换到右侧，篮底下篮板抢到，哦，台钢连赢自己一分未得，还被啊战神直接攻了11分哦。对，这个单打也要小心一点，个人单打不破的球员就非常重要。对，他是有具备自己来创造得分机会，出手力道不太够。这球今天把球抄走，前面三打一的快攻，吴凯翔，应该是 goaltending 无效，对，这就是规则上允许的。哇哦，篮底下有机会要高举高打，没有，先下球之后德古拉再起身，要到2+1。丁丁在为地板球，科伦纽克下半场第一次出手，但是篮底下还有强森，第二高度其实战神这边是有一点优势的，所以进中距离跳投，最后的三秒钟要赶快发动，金恩，篮底下，进攻篮板吕继尔捡到，给到弱侧边吕继尔，第一拍应该有出手机会。再给古毛，但结果是一样的。一场终止他们5连败泥沼的胜利。一个 touch pass 给到科伦纽克，这是一个多余的碰撞。而且下半场现在看到另一这边也并没有派上米可。哇，而且德古拉又离开禁区了。在篮下及时放，又失误，前面安道也可以秀一下了，上手拉他的暴扣。这一节战神目前还比猎鹰多得6分。Michael 没有人对位上来，曹勋香的出手，这是个压上的 buzzer beater。今天出手蛮有信心的，再给到大胜的一个出手，伤口上撒盐，拖车进来，科伦纽克。篮底下没事，江森还有时间调节一下，本是为了对付德古拉用的，对，发现德古拉现在也只能先休息了，给到了金恩，尼克拉斯 King 终于调整回来了，防守端看起来 King 要先面对各种补防的对抗，曹勋香，Michael 第三节的压哨球，不然的话可能连篮板的制空权也会丧失。高地位的一个配合给到篮底下科伦纽克，陈文宏收球，弧度拉高打板得分，篮底下这边倒地了，金恩拿到，连两颗三分球，曹勋香再为地板球进去，给到了杰伦·江森，轰炸篮筐。白萨，假动作之后抛投，好球！人这边知道哦，他们不必急于把节奏拉快。战神现在节奏打得很慢，阿里乌搭配，强森都开始抖肩了。金恩，然后强森今天已经是 double double， 20分10篮板，白萨成功的断球。大胜这个时候还不放弃，但是也赔上了一次犯规。不要失血这么严重，哪怕只是每一波攻势少一球就好，现在比分差也不会是这样。没错，恩多拿到，这个没办法了。发球有点危险，差点又要被林敏胜偷走。竟然在篮底下，这是个2+1。时间也消耗许久了，消耗了10几秒啊！
篮底下，哇，被恩多又是在禁区肆虐。对，当德古拉没有办法保护篮筐的时候，战神其他的洋将就非常的有优势。这两位数的差距对在猎鹰来说是无比巨大的。陈文宏，时间快到了，外线的跳投，哇，然后篮底下杰伦·江森很慢，可是现在的德古拉看起来是他真的没有办法移动。对，哎呦，做猛攻就很有战神他们自己想要看见的样子。哦，猎鹰的球权，最后的二十秒左右，古毛维加。急停的一个出手得分，给到恩多，这个球再放进，最后的八秒，105-86，底线白萨的跳投得分，战神应该也不攻了，107-99，抱歉。好，最后这个结果时间也到了，这场比赛要恭喜台北战神，他们在主场止住了他们的一个近期的连败，那台钢猎鹰则是吞下六连败。那我们等一下预计稍后要访问到是强森杰伦·江森，这边也先请小铁帮我们做一下这场比赛的总结。